赵薇老了，林心如老了，王艳老了，唯独她还美如少女。距离《还珠格格》播出已经20年了，当时这部剧捧红了一大波明星，现在那些明星不仅事业有成，并且都有自己的成就，像小燕子赵薇，她不仅嫁给富商黄有龙，而且还自己经商，这几年因为她独特的眼光，生意上她也是赚满钵。近日虽然她参加活动时用厚粉盖脸，但是依然难掩她的老态。紫薇格格林心如自从走红后更是片约不断，她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并且自己当导演，可以说是人生赢家了。情格格王艳虽然在正红时嫁富商，但是似乎富态的生活也没留住她的年轻，从她近几次拍的戏中，我们明显感觉到当年那个情格格也已经老了。范冰冰虽然当时在《还珠格格》里演的是个丫鬟，但是这依然没能挡住她成功的道路，随着她事业上越来越成功，她的颜值也是又美出了新高度。她现在拍戏的样子依然是美如少女，赵薇老了，林心如老了，王艳老了，唯独她还美如少女。参考来源。